看到对方的后卫队员，这是右后卫二十号陈光明把球踢出了底线，这样中国队获得了开场以后的第一个角球。有十一号彭伟国在发角球，下场比赛进行到19分钟的时候，比分变成了3-0。大家看，这马明宇先过了17号，接着摆脱了对方的20号的防守。25号刘军在抢劫，给16号李明，6号李明扑回来，射门球进了。12号苏宝珍。中路接到了同伴的传球，回来，李明真没有横传，而是呢向回传，出了个低球。